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本期视频是玩这个《真三国无双帝国》啊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现在这个掌机的时代几乎是三足鼎立啊，国内掌机。这边选吕布的话，会作为董卓的一个将领啊，可能是董卓颇有的淫威啊。我这个一个将领啊，居然说打曹操就能打曹操啊，感觉发言力还是蛮大的啊，还能带着这个董卓打曹操，太他妈神奇了！帝国特色是可以新建武将，而且可以结婚生子的。这边大桥小桥雕墙啊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前面插一下，这个游戏是不支持这个手柄的，暂时啊，我这边优化系统的话用闪优，按照我这个差不多设置就可以啊。游戏画质我调的是最低啊，可能这个贴图要稍微调高一点，因为现在看衣服都是马赛克，过 CG 的时候。电池档位是极支线能打，瓦数表现是在18-30左右，帧数表现是在25-40左右。这个其实相对于其他无双系来说不能算特别差，还算可以，勉强可玩。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游戏的这个优化真的是几乎没有做，这么小个战场居然还这么卡。这个日本厂商的优化还是要向 FFC 看齐啊，这个 FFC 的画质是真的屌，而且打过优化补丁之后可以跑到60帧了。之后就是个正常试玩了，我玩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暂时没有看到闪退情况啊，谢谢大家收看。